韩光君，哎呦，你回来了，我等你好久了，你快来睡吧，我已经把被窝暖好了，你看看，嗯，来来来，来嘛。你的房间在隔壁。什么隔壁啊？我看你这间房比较不错，就喜欢你这里。你别走啊，韩光君，你出去干嘛？换房。为什么要换房？你喜欢，让给你。哎呦，那多麻烦呀！我们可以一起呀，挤一挤。随你。不是都说我赖上你了吗？就真赖了怎么着？看看咱们谁先受不了谁。哎，韩光君，要睡了吗？嗯，一起啊。好。哎呀，我这个枕头放的不好，得换个位置。哎呀，这怎么就掉到窗外去了呀？哎呦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没有枕头我怎么睡呀？哎呀，再取。哎呀，都这么晚了，取什么呀？我跟你枕一个就行。你往那边挪挪。哎，等等，韩光君，你怎么还穿着衣服睡觉呢？多不舒服呀！来，我帮你脱了。哎呦，你这腰带系得还挺紧呢。你抓着我的手，我怎么帮你脱？海誓一国。哎呀，知道了。韩光君，你睡了吗？我睡不着啊。静心。韩光君，我知道我为什么会睡不着了。哎呀，我实在是忍耐不了了。你摸摸看，听听我的心跳。韩光君。听到了吗？哎呀！休息。哼，又是禁言术、定身术。哎呦，蓝湛怎么这么能忍呐？以前一撩就害臊，还臊得怪好。如今非但八风不动，还学会反击了。照这样下去，什么时候才会放我走啊？抖音。